始动。玛丽莉亚，上路。就应该出宝石的啊，那你就这样了。怎么没有消啊？哇，他有个龟的。吃是不是啊？要救你耶！你还这么跟给我 QQQQ 三小，你那个是不是？球球丢错边了。
哦，鸡巴呀，白痴！没有惊人啊，靠北哦。
so much in the air.烂的卡特，推塔啦，哪里？真的超烂哦！我要是没有这样牺牲打，你他妈的没有一个要进来啊！你啊嘞！怎么可以那么烂啊？啊！我们看一下输出惨度，这局双 C 位非常之差。我不知道小鹿为什么要打到5万多才能赢啊？小鹿不是5万多，3万多啊，看错数字啊！对面中路那么烂，对面中路超烂，你知道吗？那烂到你可以放他走，放一个打野来这边，放一个中路来这边。他在打起来的时候，你在那边野区逛，这到底是恶心什么啊？等一下，玩的那么白痴，玩 AIM 好不好？你根本没有策略，你只想打架，打架你又不敢打，对，就去玩那个 AIM 好不好？烂欸！不要玩，想不还要我坦好不好？你们这些人真恶心好不好？输出不会打，吃完龙跑去送，低能，低能打野。我跟你讲，这打野才有翡翠哦，翡翠打野吃完霸龙跑去送，你敢信？那要不是后面最后对面超白痴，白痴到一个境界，在龙坑里面吃龙啊，过去丢一个三技能滚球过去，还翻到两个，再过去 Q 一下，然后再睡一下全晕。我不知道晕几个啦，大概三四个吧，三个吧，至少三个吧，不对，最多最少两个啊，因为有其中一个是快醒了，标记冠军，真的有个烂的，那对面的双人组也是烂的，那翡翠钻石打得跟铜牌一样，不会带节奏啊，真恶心，不是啊，我玩那么久了，会有点脑袋啊。好，看到这里，感谢你，影片结束，麻烦到这几个平台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加留言，为创作更多更好的影片给大家。